金刚寺持续的弘扬人间佛教，除了用星云大师全集和台东高中结缘之外，监寺慧立法师所辅导的台东大学的觉清社也和当地的服务性社团合办了捐血的活动，募集大众爱心。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开心把星云大师全集送进台东高中，带着人间佛教走入校园，用大师的全集来跟台东高中结缘，希望用大师的智慧啊，让我们在台东地区啊弘扬人间佛教啊更大的回响。将近400本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东中的师生能够得以透过书里面的大智慧，能够让他们的人生更加的圆满，更加的活出智慧的人生。但这可不是双方第一次见面，过去金刚寺就曾经为台东高中学测考生举办祈福法会，如今再续法缘，因缘殊胜。而为了广结善缘，金刚寺在台东大学成立的觉清社也和当地同济会合办捐血活动，前往台东捐血站引导民众捐献热血，一整天下来也募集到了131袋爱心。因为是台北台东综合报道。